看着怎么有点像？哎，有蛇！小伙们，表弟花了50块钱到我这里买了一盒洋液蛮吊蛋，我再送他一个变声器，我们给他快递到家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还会动？啊，这看着有点像，有蛇呀！小伙伴们，这地方居然有蛇！哎呀，咱们还是换条路走吧。我的洋液版是变声器了。完了呀，小伙伴们，好，变声器跟洋液版掉到条蛇旁边去了。这可是表弟花钱买的呀。好，不行，你一定要帮表弟把这些东西给拉过来。咱慢一点啊。没动静，哎呀，没动静，快点把这些东西给他拿走吧。哎呀，怎么又动了呀？这是怎么回事呀？慢一点。哎，又没动静了。哎呀，咱们还是快点把变声器跟洋液版拿回家吧。怎么忽然就不见了呀？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咱们跟过来看一下。在哪呢？这里也没有，这条蛇忽然就不见了。没东西。哎呀，我刚刚都感觉背后发凉了。这里简直是太奇怪了呀！咱们还是赶紧给表弟去送卡盒吧。哎呀，在这了。好啊，好，看看是什么东西在装神弄鬼。没有。好啊。又不见了。这条蛇有点狡猾呀，我今天倒要看一下它是个什么东西。在这了，你给我站住。好，哎呀，总算逮住你了。掉你跑。这个居然是奥特曼卡包。哎呀，还是这么多包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原来是奥特曼卡包在装神弄鬼呀。但是这会自己动的奥特曼卡包也太邪乎了吧。你有病，你有病，能拆吗？可是小伙伴们，这会动的奥特曼卡包，我长这么大还没拆过呢。好，要不咱们尝试一下，拆个两包。小伙伴们，这卡包不仔细看不知道呀，都是好卡包呢。这个是17弹的荣耀，还有绝版的2周年，这里好多都是荣耀版，还有奇迹版、豪华版，还有竞技版。Oh my god！ 哇，这么大卡包，不拆白不拆呀！现在看是荣耀版。好。会什么好卡片呢？3D 卡的格雷特奥特曼，这不是什么好卡呀。居然银卡的格卡奥特曼，这个还不错呀。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绝版的2周年，这里面应该有好卡片吧？来看一下。3D 卡的终极赛罗，这么帅。还有什么好卡片吗？红色 GB 卡的杰克奥特曼，这个是幼儿竞赛卡的布鲁奥特曼，还有一张要加这个黑暗扎吉。Nice， 小伙伴们，这会动的奥特曼卡包里面好卡还真不少呢。咱们接着再拆两包吧。咱们再拆这个2包荣耀版，来看一下会不会有好卡片呢？三 D 卡的安杜鲁美洛斯，这个我不想要。看一下后面这一张，还是这 DC 奥特曼风马奥特曼，刺激！这可是一盒里面只有一张了，这运气太好了，还得是这会动的奥特曼卡包呀。看这一包，三 D 卡的帕瓦特奥特曼。这一张，一娃白金卡，哎呀，都有了。这会动的奥特曼卡包里面的卡片也太好了呀！我要接着拆。他怎么又动了呀？别跑，你给我站住！别跑，别跑。